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分享一根穿线棒可以疏通所有的下水管，不管是三通弯头还是反水弯，我们都可以轻松的疏通。首先我们来看，这个是带两个 V 型的 S 弯，所以把这个疏通了以后，那么三通和弯头那么就更容易通了。所以我们先通这个最难的，来看一下是不是能够疏通，是不是能够过去。我们看，从这里穿进去，进去了，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把这个毛巾垃圾给疏通出来了吧？所以如果里面它的管壁上存了好多的垃圾，它的口小了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的抽插，所以把这个里面壁上的这些垃圾都能够清理干净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特别的好用，特别的实用，比专业的疏通棒好用多了。所以这个头呢，它是软的，不论什么样的弯都可以轻松的过去。如果我们需要把这个垃圾勾出来的话，把这个地方呢给加一段钢丝窝个钩，然后我们转着就可以把垃圾给勾出来。所以这个方法呢特别的好用，特别实用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那么这一个穿线棒呢才20多块钱，非常的便宜，我们花20多块钱买一个，在家里面留着备用，特别的好用。好了，感谢观看，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，再见。